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有些人觉得风水学比较封建迷信，不相信这些风水禁忌。其实装修风水学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，我们适当了解一些风水禁忌，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。就像我们睡觉的床，它的摆放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。下面就随大佬一起来看看床头摆放风水禁忌，以及床头要如何摆放。一、床铺不能倒睡。床铺虽安置在卧室的适当位置，但有很多人常会反方向而睡，脚在床头，头睡床尾，这种现象睡久之后，对人的命运就会有不好的影响。床头无靠，代表一个人没有靠山，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对象，所以心里也会较空虚，处事也必然起落不定。一个从事企业管理的人，如果有这种睡觉的方式，则必然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，员工手下的助理也自然减少，凡事自己较为操劳，所有事情都必须亲自处理，故为劳碌之格也。二、避免门冲床。房间的门与床铺是有很大的关联的，卧房之床所摆放的方向与卦位都会影响人的健康，但光以自然环境的规划，其中也有很深奥的学问。床位必然要合乎命卦，合乎宅之六亲卦位，但动线空间的气也是疏忽不得的。假使你所放置床的位置正好有冲到床的情形，睡在此床铺的人身体与门成一直线的部位必定会有疾病产生，若门冲床头，则人的头部必定有疾患，门从右胸部方向进来冲卧床，则代表右胸或肝脏会有症状出现，若冲卧床的左方，则代表左胸或胃肠之症状，若为脚腿的部位受到门的冲杀之气，则会有脚趾酸痛麻及其他征兆。常有人说床不能对门，但一般人都没有深入了解其意，认为只要床铺的床尾在门的这一方向，就论之为冲杀，实在是大错特错，害了很多人。事实上，他所说的是床不能正面安置在进门的一直线中，不是说进门来看到床尾就论之为冲杀。切记床铺安置的方向必须注意到其45度线中一定要有门或者窗户的规划，才能让人有自然新陈代谢的能量。若所睡的方向45度线的空间中都没有门或窗，其呼吸的能量源就会降低。试看我们人的两个鼻孔，其虽往下呼吸，但事实是在整个构造中呈45度线，所以我们的呼吸线就是以45度线为最佳方向。宇宙体中一切自然的生成大都是以45度线来布局，埃及金字塔的构筑，大地地底龙脉龙气的运行亦如是，因此在做各种规划时都必须去注意到此角度的光源与气源。三、床头必须要靠墙而置。现代人很注重自己的起居，也有很多人有洁癖的习惯，有些人为了怕床头的墙上有虫子或壁虎爬上床，有的则是因为爱干净的缘故，会将床移到房间的中间来摆放，这种情形就会形成四面无靠。当你睡在这种床铺的空间里，人的心里整个灵魂会有不安定感，因此容易导致脾气不稳定，心悸也容易产生。若为夫妻房，则必定会有桃花泛主的现象产生，以防桃花劫。从事企业管理的人会有不稳定，贵人不明，是非会很多，且有无谓之困扰。四、房内的镜子不能正对床。以前的床铺安置与化妆台的摆设必定是平行的，因此就不会有镜子照射的机会。然而现代建筑因空间狭小，要在房间内再放一座化妆台都显得拥挤，也因此将它往侧边一摆，如此化妆台的镜子就直射床铺了，这种情形就会影响睡眠品质。人的本质五行为金，镜子五行为水，在睡觉当中会被摄取魂魄之气，容易导致被照的身体部位有病变。由于金会生水的关系，元神外泄，人就会比较疲劳。若镜子在床尾，则另有鬼魅之情形，事实上是因自己睡眼惺忪而将自己的气摄入镜中而产生误会。改进的方式唯有移开化妆台为吉，免得伤身又伤神。此外，时下很多年轻人在新婚的时候喜欢在卧室内装设很大的镜子，
让你感觉待在房间的时候气氛非常美好，其实正好相反，这是很糟糕的事。房间内装饰太多的镜子，会有肾脏的毛病，还会有桃花的问题，故卧室的镜子不要直接照到床，镜子多也容易犯桃花。五，床铺上方不能有横梁，床铺若正好在横梁的下方，这种摆设是大凶的格局规划。床放置在横梁下方，常年睡在此处，人的精神必定会有异常的现象，内在的魂魄会与外来的气场克阴，压凉之气下降到人的身体，新陈代谢差，内在性情会受气之攻击，常年睡不好觉，那当然就会有身心之障碍。大佬鉴定住宅的过程中常会看到此现象，大部分的人身体都会很虚弱，脑神经衰弱，常易有噩梦，常年肚子一荡要储物，甚至有早亡之现象，故建议大家若碰到类似的情形，只要移开床铺就能化解了，或者以木板将整个天花板面拉平，遮盖掉梁的突出现象，或在床头摆个床头柜来延伸拉开一级，它就不会有倒气与扰气的作用，自然就对人体没有妨害了。六，床铺不可以设置在楼梯下方，卧房的床铺安置空间必须要去注意其空间的气场配合地，才能有好的睡眠，且能长保身心健康。大佬在帮客户朋友鉴定住宅时，常看到有些人因为空间不够用，所以会在楼梯底下安置床铺，这种安置方法是错误的。楼梯具有斜面往下压的气场，假使是常年睡在楼梯底下，其胸口必定会有闷气，且也会有开刀血光之象。若是一个上班族，则其平常人缘也会较差，官运不济，事事不顺心。七，床铺不可靠窗。卧室是我们做新陈代谢最主要的空间，每个人每天待在卧室的时间至少有6个钟头以上，因此所睡的位置与空间要格外注意，特别是头部的位置，睡的时候头部如果是靠窗的话，会有脑神经衰弱、睡不饱、睡不着的现象。一般人常会将床头安置在窗户底下，以利躺在床上可以看书。事实上，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的机会并不会太多，只是贪图一时方便而已。但这样的规划安排，常会让睡在床铺上的人脑神经衰弱，时常会有头痛的现象。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窗户有光线，太阳光一出来就会扰乱人的睡眠品质。况且靠窗的地方也比较吵杂，再加上无香的气场投入，自然就会影响人的健康。八，床头边柜的设计避免有直角。一般床头为了置放物品方便，都会另外放置一个床头边柜。床头边柜早些年都还做得蛮高的，但边柜比床铺高过半尺或一尺就会出毛病，柜子旁边刚好有直角，其边柜桌角就会引到气流来冲击睡觉之人。边柜的角度45度线位置往外直线延伸，若是对在人的喉咙部位，则此人的气管喉咙必定常有病痛，若是直角的45度延伸位置在人的胸口处，则主人会有胸口发闷及肺部之疾。一般常见的是胸口闷气与胸口掌痛之现象，冲到头部则代表会产生头部的毛病，所以若有床边柜的冲杀，只要移开床边柜有20尺距离，或是干脆拿掉不要摆，就能完全的化解掉。是觉得移开边柜不方便，改变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将边柜的高度降低，或者找个木工将边柜的第一层稍作修改，修成圆弧状，就不会有直角的重设，您的卧室就会变得很舒适。九，床头画不宜太大。床头喜欢挂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，床头画可以调节卧室的气氛与优雅，但是倘若床头画过大或者框过重，一定要小心，否则一旦挂钩脱落，非死即伤。因此在床头挂画的朋友一定要选择轻薄或者短小为宜。十，床头不宜堆积杂物。床是我们每天睡觉的地方，因此在床头或者周遭不宜摆放太多杂物。床铺应保持通风，切不可在床上或者床下堆积太多杂物。新婚夫妇倘若堆积太多杂物，很容易影响到夫妻双方的感情，这条很重要哟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事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